这么精彩的钢琴演出。对啊，我觉得只要是音乐用心听都会有一点治疗的感受。所以你刚刚被治疗了吗？我没有心思被平稳下来，不过我相信往后的表演会让我更火热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演出呢，这个弟兄呢，我想你应该认识，应该跟你蛮熟的，还是台南市资会的周立泽。啊，我知道啊，一定要好好宣传他这个绰号。不过他好像不太怎么认同，我看他都快走上来了。没有啊，他叫立泽嘛，所以我们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他的衣服是一折，裤子也是一折，人呢更是一等一的一折。不过那个人一等一的一折是倒过来说的，所以是真的很不错。所以他表演是几折呢？一折，好，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是相反的嘛。对啊，等一下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生气啊。好，那他所要表演的曲目呢是《千里之外》。